演导双栖，谁来演戏？我是简曼书。欢迎收看《谁来演戏》，我是主持人纳豆。今天这位来宾呢，他出道作品就入围了金钟奖最佳女主角奖，当年的他只有22岁。后来他陆续入围金钟、金马，也拿到台北电影节最佳女配角奖。他不仅是一个演员，也是一个导演。让我们欢迎简曼书。哇，先恭喜你啦，这次入围了，对不对？谢谢谢谢。我已经大胆的预测，我们现在录的时候，其实还没有颁奖，你会得奖。我告诉你，你会得奖，相信。好。因为我这次当然为了访问你，所以我把你的作品啊，重要的大概都看了一下。嗯。我发觉你是一个很棒的演员呢。其实你的第一个作品是2010年的《那年雨不停国》。嗯。你当时不是主修表演。不是不是，是导演对不对？对对，主修导演，可是你却可以在这个试镜当中脱颖而出，然后演下这么重要的角色，可以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吗？这个角色的背景是他是一个受灾户，爸妈风灾，莫拉克风灾后，然后瞬间失去了他的家人，灭村了。对，然后他的心理是有一些那个创伤症候群的。看了剧本的一些，觉得他的那种压抑。对啊，反正我就觉得我可以胜任，于是去试镜了。这个角色他的一些心理状态或是背景跟你有相像的地方。对，当然他比较辛苦啦，我没有，我只是就是可能父母离异啊，然后从小就是常常搬家。那我觉得是某一部分那种心理的连结是就是有连上线，所以就很勇敢的去试镜了。我必须这样讲，我看完《那年雨不停国》的时候，我觉得你好吓到我，因为我知道那是你的第一个作品，可是你展现出来的那个气场很厉害耶。演这部戏的时候，你有卡关过吗？还是有卡关，因为我其实不是一个那么有办法很自在在大家面前真实表现自己情绪的人。那这个角色其实，在有些片段他需要去演。哭的，对，哭戏其实真的是蛮困难的。对，我那时候的还去想说，我好怕我如果哭出来，我的家人看到我在荧幕上哭，会不会觉得是我真的在哭？就是我很多其他复杂的想法。你好容易想很多的人。对，就那时候啊，真的哭不出来啊。当然导演有用他一些方式，就带我去，进入那个角色跟那个情绪，然后。就是你看到后来播出，我是在有一场戏是蹲在那个铁轨边，然后火车经过的时候大喊，就是很重要的那场戏，因为刚好就是改，而且真的是很巧，就是火车真的就过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去帮助我去进入那个情绪。这个就是我们拍戏的人都知道所谓的魔幻时刻，就是有些时候它就发生了。对，對然后就说，照来讲，你演完这部戏，你应该会想要。就终身好好当演员啊！那时候会没有想要放弃演员的工作，是因为经济的关系。对，它是一个收入来源，因为自己家里经济其实是对啊有困难，比较辛苦，对，比较辛苦的，所以觉得能够自己赚钱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很务实啦。那你有想过说，当时演这个《那年雨不停国》这样子的戏，然后你会觉得那个疗愈的感觉，是你想要带给别人这种？力量。我自己当初就是高中在考大学的时候，其实曾经是想要念医学、中医的，然后后来才决定考戏剧。当然，我自己后来有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其实都是想要做疗愈人心的事情。那时候接到这个剧本，就是《那年雨不停国》，其实，在看完剧本的时候，我自己是。一部分也被疗愈的，然后也相信这个戏剧如果端出来给大家看到，因为它是真实故事改编嘛，我觉得可以真的让可能是受灾户，就是被有心情抒发，有被疗愈，那就是抱持这样的心情，就是去参与了这部戏的演出。但最妙的是，就在过了几年后，我跟导演就是。大家都有收到一个粉丝，就是写信，他就说他就是当时真的受灾户，然后这部戏真的支持了他的心灵。哦，你刚刚这样一讲，我鸡皮疙瘩就起来了，因为你看粉丝传着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个心中的感觉真的很棒，就会觉得好像我当初的相信的事情跟那些辛苦，其实真的都可以就过了，然后变成这个东西是。最支持你一直走下去的那个力量。所以，我先看完《那年雨不停国》之后，我就开始想说，
那解伴书接下来他会演什么样的戏？嗯，就后来我就看到了菜鸟这个里面这个酒店小姐的角色。嗯嗯，那你也入围了金马，而且得到台北电影节的女配角，对不对？嗯，所以然后你后来再我再继续追下去，哎，他们创业那些鸟事，你这里面又变回另一个样子。你那个角色如果没有演好，会有多讨人厌？你自己演的时候，因为我觉得你是理性的时候，你自己在演的时候，你一开始这到底你会不会？你怎么塑造这个角色的？照那个年份好了，是先是菜鸟，然后里面是一个酒店小姐。其实那时候导演也很认真，就帮大家做功课。其实他有实际带我们去酒店，我觉得去就是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很温柔。其实我觉得。就你会理解男生为什么会想去，为什么会喜欢去？因为平常可能女朋友只有在刚开始交往的时候会很温柔啦，然后对，但就久了以后都比较凶，老夫老妻，老夫就对，所以去到那地方真的会有一种哇，每个人都是大帅哥，每个人就是男生都应该会被照顾得很好这样。所谓的温柔乡，对，温柔乡就是这样，他们的那种温柔跟拿捏，我觉得。把自己的姿态都降得很低。其实我最感动的是，有时候他们姐妹之间的那些互相照顾的一些，就是他就会教你说，如果有客人要怎么样的时候，对，然后可能就会有姐比较姐还是什么，就他们就会互相帮忙挡啊，然后就是去学这些，我觉得哇，真的有被感动到。那你比如说像他们创业那些鸟事是总机小姐，你是观察什么样的角色？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讲话，就是。我这个就是你是人家，一男哥，你会来就表示你喜欢人家对不对？走吧。不，我今天还是有话要跟你说的。你要跟人家告白啊？不是，其实当一开始看到讲话，天哪，这个真的，你有抗拒，就是一开始抗拒，没讲好，就是会很真的会被揍，真的。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好，不行，我一定要可以胜任。然后当然做了很多功课。我觉得后来最大的一个关键点，我居然是从我女儿身上。为什么？我在看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觉得她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她讲话是非常的直接，没有心机。这个点刚好，我觉得从小朋友身上，他们就是这个样子，他们讲话很直，把他们看到的事实。就是表达出来，所以想说，用这个方式来放到这个角色身上，好像很适合。我并不是要去攻击任何人，我就只是把一个事实讲出来。那你们干嘛吵架？对，这就很直接。因为我抓到了这个点，所以就开始去观察我的小孩，他平常就跟他对话，他平常的某一些，如果可能放在大人身上，有可能变成白目的那个，全部就把它拿来用。又讲到一个比较特别，是因为。你是演员，但其实你也是导演。你自己平常在观察，比如说观察别人，然后观察什么什么，你是会用比较导演的身份还是演员的身份？可能是导演的状态去观察，因为就是想当导演，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很想当导演。其实是因为会觉得在演员这个位置上，并不是真的那么有自信。其实真的到了演了林美季之后，我觉得我好像对表演有比较深的一层认识。然后真心感谢这个角色，是因为演一个角色的人生，因为你不需要去负责他的真的全部的人生，是其实比起面对自己的人生是相对轻松的，而得到了我觉得当演员其实很幸福，就是因为这样爱上表演的，但是认真回到自己身上，还是会觉得可能导演这部分还是比较适合我真实个性的人。我觉得你。我误会我自己了吗？我觉得你还有一点，因为你当演员其实当得非常的好。我很担心你是一个想很多的，就是你。哦，对，我在演林美季的时候，我有三个鬼剃头，哎，我人生没有这么有压力过，是真的。因为发型师有一天发现说，哎，你这边怎么？然后我说，我鬼剃头了。他说，我有压力。我有什么压力呢？像天坑一样一直出现。对，想说为什么我有压力，然后想说不对啊，对，那我知道，当然就是这个角色会让我有压力，可是压力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压力是什么、啊。然后杀青后就好了，所以这就是这个角色带给我的压力嘛。哇，天哪、啊，我觉得你真的有压力。你自我的对话太多，你自己在演戏的时候，你有时候会跳回一个，比如说理性的导演来看自己的戏吗？有这样子，你有两。双核心，双核心，双核心，就是
在读剧本的时候，在我觉得是一个很快速的，我可以很快的进入角色，然后基本上不太会忘台词。坏处就是常常在拍的时候就会有另外一个镜头在看自己，就啊，你这个时候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帮自己在那边啊，你应该审视自己，对，然后角度应该再过来一点，或者说啊，你不对，你这个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其实很烦，就是不能那么的专心投入在那个状态里。对，因为我觉得这种状态真的太辛苦了，就是鬼不剃你的头，他也不知道剃谁的头，就是。那你会不会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会有点在 judge 导演，就是说这个导演这个跟我的分镜不一样？会，就是一直都是有很多这样子的状态。但是在这个我自己低潮然后反省过后，其实我就告诉我自己不能这么做，就是我今天就是一个演员，我就是要在这个状态，就应该说我做了很多练习啊，让自己不要一直这个理性的东西在演的时候出来干扰那么大。对你来讲，结婚生小孩这件事情对表演也是有帮助的，对不对？有一个原因，为什么我觉得我有时候很排斥演戏的，不讲排斥啊，就是没有那么乐在其中当演员这件事情，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让我从小其实一直是处在很颠沛流离，到处搬家，然后要住在不同的亲戚家，像寄人篱下那种过程。虽然当然大家也都对我很好，也不是说有人虐待，可是我始终觉得自己都一直是戴着面具在生活，在面对，因为不希望你去待在这个家庭的长辈会觉得哦，你爸跟你妈就是没把你教好啊。所以我一直都在把自己要表现得很好的状态。很特别的是，我时常在转学，每到一个新的学校，所有的同学都觉得我是一个千金大小姐。是因为你的举止吗？对，然后可能礼貌啊、客气啊，然后穿得很体面。但是这个穿得很体面是，我是自己熨衣服、制服，就是。因为也没人，这是因为苦，因为也没人帮我做这些，所以我不希望别人看到我是很糟糕的那一面。哎呦，我没有想要哭的，这不是我在这突然变的戳到这样，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啊，所以让自己就是一直活在一个好像让大家觉得很棒啊，就是很完美啊，很 OK 啊。殊不知你是一个小学生自己在听这个画面，自己看这个想象这个画面，看起来很可怜的，也不是很可怜。也做出兴趣，觉得其实有蛮多那个。其实真的是会心疼，我光现在想到画面就心疼。但因为刚好这些训练，其实现在当妈妈也没有觉得这么困难啊。就是我会自己那个解释，就是倒吃甘蔗。我并没有因为家庭的好像父母的离异而导致我对可能婚姻或是还要自己要有孩子有惧怕，反而是。对，其实一理论上来讲，你应该会有惧怕的感觉。对，但其实我没有，因为。我觉得我并不是说我想要去经营一个完美的家庭来满足我过去没有的这个。其实事实上我也没有觉得我的家庭有多么不完美，只是它不在一个典型或是规范上。但是，父母亲给的爱我也没有觉得有少什么。虽然说他们是不在身边啦，这样。所以我觉得刚好遇到了就是另外一半，然后有了小孩，让我的状态来到了一个非常平衡的，对，很平衡。所以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以前相对是比较，我就会对社会比较批判性的那个自己消失了，走到一个，他应该没有到完全消失，就稍微站在后面一点，站后面，或者说就是知道他的存在，但是他比较不会那么，他比较不会那么嚣张，嚣张这样。然后另外一个比较温暖的自己也长出，因为透过生孩子而长出来了，所以。在我生孩子就已经认识我的这些比较老的老朋友们，突然都有一些，我觉得你变温柔了，我觉得蛮好的。就我也没有想到我自己会有这种，不是演而自然散发出来的这一个面向出来。以前可能要演温柔，必须真的要演吧，就是扮演很严肃嘛，很批判。可是因为这个部分长出来了，实际带给我的好处就是，因为懂得爱了，所以后来我就接了林美季这个角色。我自己在想，就是以前如果在面对到林美季这样的角色的时候，其实会蛮嗤之以鼻的，会觉得，女生可不可以长点脑啊？为什么要
是好像你的人生都是为爱而，为了男人，对，为了男人，然后为了爱情在追求在活。可是每个人都是渴望爱，也希望被爱，也想要爱人的。那因为自己经历过这一番，在看到林美姬这样的角色的时候，其实会我觉得多了一份包容，所以因为自己被完整了，所以在看待角色上我觉得更宽广。然后在面对到林美姬的时候，我是真心的要喜欢，我是真的好喜欢这个，我觉得她好可爱哦，就是我一定要把她的这个可爱让大家看到。对，我们要知道这个角色的可爱在哪里，她的迷人在哪里，她的卑劣在哪里。对，其实当我们把这些角的点都看清楚之后，我们扮演起来，他就会这么的活生生，这么的讨人喜欢。对，真的做到。那讲回前面一点了，就是你在演戏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这样看起来，好像几乎每次演什么，然后都会得到一些奖项的肯定啊，或者是被大家注目到啊、讨论啊、喜欢。你有没有怀疑过，就是说有一点低潮的时候？有，其实在拍那个大道城，那个低潮其实并不是说有一个很明确说哦，可能受了什么委屈，谁欺负你，其实都不是。我觉得大家好像都觉得算顺利啊，有什么好去低潮的。但是我觉得那个低潮对我来讲，因为自己讲出来都觉得没什么好，好像有点你在怨天尤人，什么有什么好，然后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跟抒发。那其实我觉得后来我自己去剖析，有一个原因是，我是一个很用脑、理性很强的人，应该说我对自己的那个要求是很高的。那到那个时候，其实会觉得并没有如自己所想的。所谓的某一种完美的，就对自己的期待，对啊，就是还就是差很多，然后觉得那可能我也不是真的很想当演员吧。就是开始我觉得那是一个大量的在批判自己的状态，那时候其实就是当然身边还是有一些那时候的贵人吧，陈翠冠就是说你就是先试试看，不要让自己把自己逼这么紧，那就再试试看几年嘛。那如果你真的要当导演，你再过两年。再去啊，因为导演感觉上你再过几年也不急啊。然后这个贵人呢，就是人很好，他每几年就是我的这个镜头，就是每几年就会出现一次，然后他就会说，那你就再试一下、啊，然后就这样一试一试一试，哎，就试到现在。因为你自己定义你自己是一个理性比较多还是感性比较多的人？现阶段是理性比较多的人，但是我很小的时候，其实我知道是感性很强。怎么说？哎，我记得是小一、小二那时候，就是看社会新闻，就是老婆婆独居，老婆婆很可怜那种。哎，我就开始哭，就哭很久啊！你在哭什么？什么好哭？就是没有，因为老婆婆好可怜哦，这样就是很感性。那感性到后来，我觉得这太伤害我自己了，所以会到伤害啊，因为你一直呈现出那种负面的情绪或什么的话，很容易感受到别人的情绪，或者说被影响。到我觉得。当然，因为还有一些家庭被，就是原生家庭的一些因素嘛，所以我觉得我后来慢慢开始，我觉得我要去训练我自己，变成是走理性这个路，所以意外的就开始。你连你的理性都是决定要训练自己的理性，对啊，训练出来的。天哪、啊，你真的是一个跟我想象中好不一样的人，很奇怪哦。对，我觉得很想跟你说个辛苦了这种，因为你很多事情都是要。都想很多，想很多，想很多，不会你有没有让自己失控过？你不可能出现。其实没有哎、欸，我连生小孩的时候都是极度优雅，没有还自己讲。就我自己生完之后，我觉得电视或电影都是骗人的，哪有人生小孩就是对演的都太夸张了？哪有那种我就轻轻松松就生完，然后还保持面带笑容这样？那是因为你都在做瑜伽，做什么，所以你身体很好吧？对，有可能啊。但是因为会觉得那么痛的时候，其实真的哪有力气去叫。所以你根本就對，所以我只是很专心的在生小孩，就没有叫。然后因为生完孩子，你会有一段时间需要在家都跟小孩互动。对。那平常呢，就是在没有孩子之前，就是工作有时候就觉得哦，赶快收工啊，好想赶快收工哦、啊，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啊？可是，在有了孩子以后说。啊、哦，我好喜欢工作，我不想要回家。哎、欸，因为回家又面对小孩，对，然后因为妈妈是没有下班的一天，她就是全天候，你就是要照顾 她活體在那边，对，要对付。然后真的出来工作才会这种，啊，我真的
跟人说话，好感动哦，就是可以沟通的哎。突然珍惜起演员这个角色，珍惜对。其实我后来觉得呢，真的是很幸运有当演员。其实我还有可以发泄的机会。对，因为有一次我妈就讲了真的好险曼叔有去念戏剧，不然她一定就疯了。就是妈妈就是对我的观察，亲生母亲对你的观察。然后听到她这样讲，我就是会想，哎，好像真的是透过戏剧自己也被疗。本来是抱持着想要疗愈别人，疗愈别人，对，但其实真正被疗愈的是自己。其实有时候真的会觉得所谓的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真的是我不知道在其他的表演工作者身上有没有发生，可是至少我觉得在我身上是很直接的印证了这一切。比如像爸爸冯，就是演那年人不停国这个角色，那戏里面的爸爸就是离开嘛，然后我去表演，那时候当然就是去揣摩这个的情绪去演。但是真的在拍完这部戏杀青不久，我爸就离开，然后那时候的瞬间，我第一个当下反应是，我演错了，就是我觉得我那时候演错，就那个感情完全不对，然后觉得自己那时候的表演是很假的。因为毕竟那时候是想象，对，是想象的，没有真的经历过，就是大悲哀发生的时候。对啊，然后真的是，唉，就是人生就是这样。你有未来的话，有没有现在有想到想要挑战的角色？哦，蛮想要挑战武打。女打仔，你还没有尝试过？还没有。今天呢，就真的要来挑战女打仔，因为我会超烂，就是结果挑战完之后就绝对不会再找你。这是不要。不会，我觉得这居然有人会为我们这个节目做这样新的尝试，真的蛮期待的。我们来看你的挑战哦。好。杰曼叔是一个看起来极度理性的人，但事实上她是一个非常感性的女生。现实生活中她是演员也是导演，听起来很矛盾，但她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美好的角色，疗愈了她自己，也疗愈了所有的观众。谁来演戏，我是纳豆，下次见。